祝福你哦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我今天的主角刘三妹师姐。一世人为着请养七个囡仔，过着辛苦的生活，其中非常操烦的，就是查某囝小春。伊自细汉身体都不好，阁无啥会晓讲话，师姐烦恼伊大汉了后，出社会会吃亏，所以一直真认真伫教育伊。后来查某囝结婚啦，伊心肝内这个挂碍，同款无法度放下。到底师姐是用啥物方法？来陪伴查某囝小春的，咱即马就赶紧来看今仔日的故事。来故乡乌卡，乌卡卡在无厝好住，拢嘛共细厝走来走去啊。你故乡呢？故乡是倒位？故乡乌卡乌印刷遐啦，乌做嘛是印刷。船卡啦，船卡，你咪大家有摸，冲着天台摸去啦。上回来也上天，跳过嘛上天岗啊，没用的啦，无法度啊，神鹰岛啊，摸去啦。神鹰岛该我一个三万条啊，今尾出去要看医生，那要不啊看医生啦，对呀，看医生也要出去啦，无怕不敢去啊。我怕啦，不敢去。阿公，你这个形象还唔敢去？阿公，你还好嫁？可以生，你这个样卖就是啊，卖就卖就是。好嫁，好嫁，我卖就是的，我卖足的。哎，家一个呀。故乡，阿故乡拢有啊，无厝啊，离啊，拢细厝的啊，系啊。你家较好还是故乡较好？故乡较早，故乡。走路爱点真久咧，行行要读书哦，食一撮爱点嘛真久的路头啦，你食啦，当然这较好啊，咱这台北较好啊。较早做囡仔，迄拢爱食路，无鞋好穿咧。做囡仔拢嘛，迄当穿当啊，瓜子哦，拢嘛当个脚骨手气咧，把干咧袂食咧，知无？我哪有好命，我歹命，我无好命。啊，路咱路做个，常常做囡仔路。做到老啊，做到即嘛七十几岁才好命安尼啊，要八十岁啊才好命，知无？才好命才十年、十外年安尼。三妹师姐甲查某囝秀春拢有慢性病，三个月都要去新店主治病院看医生做检查。每一届，师姐拢会招查某囝到店来，因为查某囝有智能障碍，伊爱替查某囝看头看尾。伊也无牛，可以跟牛分，吼。你是你陪伊来，还是伊陪你来？我爸爸陪啊，来陪伊来家。拢爱带伊来。哪来？爱带伊来，伊若无来，伊就爱叫我来啊。我打电话嘛，就过来啊。我打电话呀。我若叫伊讲，啊，你家己去就好啦。你家己去就好。我家己有法做，伊家己无法做啊，家己无法做来。来，你讲。啊，你唔敢来啊？
阿唔敢来，唔敢来，我破啦，阿唔敢来。阿你哪会做白日梦嘛？啊？你话哪会做白日梦？有啊，有些伊唔免来，我找伊来，伊就讲你家己去啊，安尼啦，你家己去，伊唔免来啦。啊，但我甲伊话，医生讲哦，啊那个排几工啦，共工啦，啊我若来，甲伊斗阵较快活啦，无我如爱佫带伊来麻烦啦，安尼啦。伊到三十岁啊。努力困中昼，困困起来，甲抱起来，起步，起起在滚咧涂骹落去，昏倒落去啊！我如个爱做昏啊，甲提酒去，爱要四十分的路啦，往爱咧，爱去啊，方快，可能烧过头去啦，安尼烧过头去，发烧啦，较袂讲话啊，啊嘛较袂晓做啊，反应较慢去，啊，逐项袂晓，我嘛毋捌叫伊买钱啊，嘛袂晓买啊，头脑无好啊，啊讲话也袂晓讲，啊买也买物件袂晓买啊，咱就烦恼啊。嫁未来啊！嫁些时阵，嫁十二年，嫁几啊年啦，该嫁未出去啦，烦恼伊嫁未出去，安尼，啊，即摆拢免无烦恼，我即摆无烦恼伊啥物代志。昨困无好。啊，你袂使，你这袂使紧张的啦。袂使紧张啊？八十八个呢。哈。八十八个啦，跳较紧啦。大血筋较硬化啦。安尼哦。无。啊，我今日嘛是。伊嘛是骨关啦，啊关咧，我啊关。哦，伊嘛足关。以前是好好。无，伊之前拢关。关起来。伊日日咧关，伊日日关。嘿。你也知影伊关。啊，斗阵斗阵做啊，斗阵迄个啊。哦，保障呀。嘿，对啊，拢有逐工咧量啊。罢了。安尼拢袂顺啦，一般都是老化的问题哈。那有一阵子不能做，后来没有力，没办法去做，后来才检查才发现是那个心跳太慢哦。他那个时候心房放电两下才跳下去一下哦，所以他心跳会变成847下。所以如果正常每一个都有传下去，他就会有94下嘛哈。那他因为两跳传下去一跳，所以心跳变成47下而已。所以要放一个那个心率调节器，让他心房的放电可以传到心室下去，哦，他才不会说心跳变成减半除以二不够用这样。算是96年开始，就是因为有高血压的问题，长期在这边看，然后一直都控制的算蛮稳定的了哈。就是刚刚讲102年哈，就发生那个心率有问题哈，还好大家也都有规则在这边看。那个节律器换了以后，大概就是要规则追踪，看看有没有电池还有没有电哈。一般可以用个8年到10年哈，如果没电再换一下。那其他就是继续控制血压的问题，大概其他就都还好。三妹师姐是新店湖口的客家人，当初会来台北，其实是为了赚钱替养母行祭母。后来伊伫18岁时阵，甲养母的养子结婚，两个人都爱强养七个囡仔，所以就留伫台北讨生活。伊讲，迄个时阵，啥物苦伊拢愿意吃。较侪人嘛出世如何人啊？好人尾也知影讲，伊艰苦，尾来挨转去，伊就唔会挨转去啊，就挨袂转去啊，安尼啊。阮老母也共洗衫啦，洗衫来饲囡仔啦，过三顿啦，也无够啦，安尼啦。咱拢帮忙，甲人打水，甲人引草引，即时阵啊，细汉拢嘛爱做迄款工作，啊做做咧，诶，猪也无番薯好食。你去下番薯，好下一包番薯转来好滴食。再来，好伊搭起来台北啊，台北就讲拍切啊，啊，若无工课，怎啊有做啊？做啊，怎啊有做咧？啊，无工课去抬石烧啊，石烧嘛去刷顶去刷布去抬啊，我嘛抬过啊。啥物工课你做过啦？安尼啦，较早甲三十暗就结婚，安尼杀做对安啦，啊，细汉的啊。啊！伊也分的，咱也分的啊，安尼啊。你敢愿意嫁予伊？哈？你敢愿意嫁予伊？啊，无愿意，你如好时阵拍到你唔敢走啊？你敢敢走？你嫁伊嫁到要死的，对无？你嫁到要死啊，唔敢走啊？
迄阵也会啦，有赚的钱有够好啊啦。我囡仔细汉有做手工啊，做手工啊，较早办的迄芝麻一粒，唔知几角银啊啦，爱囡仔去摕来办迄白米板条，啊剩的乌的摕去搞啊。啊，伫遮就做讲好些，过来讲十几啊年啊，讲到囡仔大汉，我才去做工过，也才会当去做。你欠人个债务，敢免还？敢拍着你一定爱还啊，对无？行调查，再来家己，再来存，家己存家己来买厝啊。去做事，对花啊，天天对遐，拢去做水啊，啊头啊，1000块的花啊，咪500块的花啊，不时无够，就是甲阮隔壁做。足好呢，迄个隔壁足好个，对我，敢若哦，敢若姊妹啊嘞，真紧，真好。一张可能母亲节翕个款啊，是啊，母亲节啦，文花啊，啊哩出去遐翕个。啊，芳茶啊，芳茶好啊，一啉啊，啊，做查某仔芳茶好，老母啊食啊，安尼啊，心情足好诶，心情就食食开嘛。那个查某仔遐尼友好，甲芳茶好啊啉，安尼我有安尼心肝就食迄落食开嘛。啊，有查某仔来芳茶好啊啉啊，友好，莫互你刺激你友好啊人，啊讲话较顺啦，莫互咱生气你友好啊，对无？哈，伊个有时啊，麻烦咱讲袂听，有时啊讲讲妈妈气到要死啊，妈妈讲袂听，啊有时啊真烦。伊如细汉发烧，较早人一日发烧，有诶如小儿麻痹啊，有诶如中风啊嘛是有啊，啊伊如袂较袂讲啊，无法度伊个命，伊家己个命衰落安尼，大家都袂安尼，伊话安尼拢嘛无法度啊，对无？较早我二十多年，拢袂困嘞，啥物医生又较无效，困袂去。迄阵啊吼，是50多岁啊，啊直直烦恼啊，烦恼来，啥拢拄啊都做袂困啊，啥你看袂起来啊，安尼。翁，若对囡仔无好，对某也无好啊，某囝拢无听。当总是教个囡仔啦，头一个是5天就死去啦，啊一个生到12岁啦，啊一个23岁啦，做兵转来去自杀啦。逐项爱烦恼，再烦恼个袂困哩，常常嘛暗叹个家己个命较歹，常常嘛暗叹，做人艰苦，做人一日真日拢无困嘛。所以我去维济法师遐待一礼拜，伊叫我爱念佛。念，我去住一礼拜，无洗碗哦，食饱就叫我去念，真好，迄师傅足好个。啥物去念较到有10万遍无？一礼拜，师傅啊，我讲我无法度，你爱尽量。讲啊念佛念就安尼好去啊，安尼。所以常常较早做伊个，常常爱夜去啊。人讲有业障啦，就是安尼原因啦。三妹师姐大爹这社区已经40几年了，她的厝边桂英是她的好朋友，过去两个人每天都会烧酒去环保山，不过今年桂英的脚骨开刀，没法度走太远，所以就每天跟回收提来数字。好啦，安尼好。来你坐哦。我这还个分呢，还个分不分啦？还个迄个向我来对。今仔日去食啦，你去呀？要啊，该看到我规堆我就该收转来，看到才新鲜啦。哦。我若见看到你，我就收啊。你也看你啊。哎。你也知安怎食食？哎，伊在捡啊，我着拢捡予伊啊。我嘛拢伫遐做环保的啊。伊哦，足关心我哦，伊介好哦，伊敢若我的妈妈嘞哦，足好嘞哦。我安尼袂行，伊拢甲我牵牵嘞，会牵来会行。请听我，啊，若我若开刀吼，去阮，去阮家吼，伊着
无法度，伊落去天地互我啉，啊，满菜，那慢慢的去摕我煮，静静的互我煮。较早足艰苦的啊，啊，现在足快乐的啊。算讲伊呐，心肝咧有煮，就甲我讲啊，我听啊。哦，常常嘛想讲要自杀的，啊，去落尾，哦，等咧，真歹命啦，啊，拢互囝、互翁，落尾安尼甲拍呢啊，嘿啊。现在足快活，足好命的啊，现在好命啊安尼，甲斗恭喜啦。你较听话。无啦，你较听话，两个拢差不多啦。嘿啊，伊都看伊食落安尼啊，咱就讲啊，咱来白沙啦，用我袂食啦，无要紧啦，我讲我家己牵啦，安尼啦。较早就是迄个蚵仔送食来去啦吼，伊拢去成功庙去露露啊，啊我问伊讲你去倒，伊讲我去做环保，啊就听伊讲，啊我想讲人缘好啦，咱嘛来做看卖啊，安尼啦。啊！讲照拍，照要去哦，要去，咱到底来去做安尼啦，安尼做起啦，啊对无？做遐伫遐做，逐天伫遐做，有心情快乐，啊，算讲有付出一寡，就会快乐啊。这唔免啥啦，安尼跳就好势啦。下面啦。逐天早起八点。苏姐会甲透早去运动的时阵，捡的回收白白的，拖去附近的环保站。因为伊甲查某囝小春约好伫个环保站见面，两个人要斗阵做分类，安尼习惯已经维持几啊年啊。对啊，逐天拢爱去啊。我住的经营啊，啊来遐做健康啊，来遮做健康，无心情较好啊。聊聊某事某事，聊到见到汉阿公，我心情无去了。哎，你哎有咧上下有咧做些啦，不管聊咧做唔下聊唔下。汉汉啊，某大人是安尼说，咧做环保啊，自然啊，啊快乐啊，哎呦啊，心情好的快乐。我小某哩，啊，容易容易过，容易当家，当家过日子。早上嘛爱学啊，来教我教，家己爱学啊。啊，你会想要教迄个早教操的皮肤皮无？做袂教，哎呀，啊，做啊，我爱做，做无聊啊，又在输赢啊。啊，讲我不爱做啊，我不爱做啊。啊，我爱来做啊，做做恁是，恁全家伙身体嘛会健康啊，做做就甲皇帝互恁教，恁孙啊，对无？你行到倒位，拢要甲查某囝吵掉。今仔大汉啦，今仔唔免较早爱做，今仔较，今仔唔免啦，今仔唔免我带啦，今仔无带照片啦。较早有常常爱家许啊，食药啊。哦，加十七八岁，还佫爱往做人往灌药安尼，食落去是吐，食落去吐，今仔就唔免啦。伊都甲厝个都。较早如像摊路开起来，啊，直接做了摊路，敢那较好啊，啊，有进步啊，安尼啦，讲话感觉较会晓讲啊，啊，哪来较巧啊，起码哪来敢那感觉会晓较会买菜，会去买物件啦，会去买菜啦，啊，嘛会买菜给我食，嘛会买菜给我食，啊，嘛会买水果给我食，起码较会啊啦，较会晓收啊。不打话的啊，他在家要开始打话，打到好多直接不会打话，以前不敢打话，害怕呀。怕什么？啊？怕什么？不打，害怕而已啊。怕我直接不敢打话而已。怕说错话？啊？怕说错话吗？对，不，他不出
都不吐话呀，都不吐来。他后来怎么说出话的？为什么可以？嗯、后来跟叫我讲话的啊。大家会不会称赞呢？会啊，都好，那个都呀，都哇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，嗯，还干净的呀，还干净啊。秀珍是三妹师姐上细汉的查某囝，有家己的事业甲家庭。伊知影妈妈想要看囡仔心情，所以常常利用假日回来看妈妈。因为工作比较忙，所以有的时候就真的是下班了晚了，绕过来看妈妈在不在，然后妈妈也吃饱了，就陪伴妈妈一下下。然后就妈妈就心满意足了，看到女儿平平安安的，她就开心。我妈妈是一个，我觉得是一个台湾阿信。好，那从小就是刻苦耐劳，像一只小草一样坚韧不拔。那即便她内心承受到很大的委屈压力，她总是不会把她的苦告诉我们兄弟姐妹。然后就是很努力的工作赚钱养家啊，要我们认真读书，然后乖乖听话。只要有一些事情放在心中，他就是开始失眠了。自从爸爸往生之后，那毕竟家暴的状况也已经解除了。好，那其实家里兄弟姐妹们凝聚的一些那个时间点也相对的比较多。妈妈的现在健康状况，其实除了高血压、糖尿病，最近这一年来似乎在膝盖上面比较没有力，走路可能比较容易疼痛，站不久。妈妈改变很多，哎，只要邻居、只要慈济环保这边有需要，她绝对倾力相挺。然后，每天快快乐乐的出门，快快乐乐的回家。那我觉得一个这样子老人家有自己的生活的重心，我就觉得也很感动。妈妈为自己的人生打点得非常的有色彩，然后有时候会分享着师父对他的一些那个关照啦，师兄师姐对他的关照啦，也都让我们放心。自从苏姐带查某囝走入环保站了后，这十几年来，不但家己的精神愈来愈好，查某囝也变开朗，真爱跟人讲话。上重要的是，因母阿囝会当互相作伴。对苏姐来讲，伊心肝内挂碍，咪当渐渐放下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